除咗林慧地王源呢個係呢個根本之外，即係你瞓得特別好咧，係關菊花事嘅喎，可以唔關杞子事嘅。你講酸咩？六味地黃丸，即係我有十地黃嘅關係都夠酸啦。即係所以，我淨係想講咧，菊花響呢個治療，菊花響呢個治療呢個 hot flash 度咧就十分之重要嘅一環嚟嘅。即係你嗰個選取上選取對嗰啲極寒又極香嘅菊花嘅話咧，就更收效。所以你唔同 grey 嘅菊花咧，就影響好大嘅，喺呢個處方度，大家可以見到我咧，我講醫藥咧，我唔單止知道邊一隻藥咧係有啲咩問題，同埋個取捨應該係點樣樣，我仲可以話俾你哋聽點樣可以改善，即係同埋最主要嘅根本係乜嘢嘢？即係我呢啲咧就係，當然我唔可以話係我靠自己，即係因為。聖經都有講過咧，就話有啲人咧係比較易得知識嘅，所以你試下，如果自己配六味地黃丸，你可以泡菊花水嚟到服用嘅喎。即係如果你揾到一隻上極上等嘅菊花嘅話，即係你可以泡菊花水咁樣樣一齊飲落去咁樣樣，都一樣收到效果㗎。就算你六味地黃丸加。你找到一個極寒極香的菊花水的話，即所以讀死書讀書死，即但你又怎樣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呢？難道你拿自己的命來教飛嗎？當然是不行的了，這些東西。所以呢，我就是想跟大家說呢，就不要以為 conventional medicine 呢就最不和手，有些人很 critical 地這樣接下去，你自己不知道的，所以呢大家可能看東西有些 bias 了，而另類療法的出現呢可以減低 conventional medicine 的副作用，但是這些呢就不要亂地試，還有 research 呢不一定是對的，有些人做 research 呢是收了錢去做，那他只要符合那個即是你穿著附會到那個給錢給你人要求就可以了。另外呢，有時有些 researcher 他覺得他是對，其實他不知道這樣做是對還是錯，他就看到他 evidence 是這樣，所以他報告出來是這樣，但是可以跟 truth 是不同的。所以人的生命呢就很脆弱的，什麼是對什麼是即係睇嚟好似好啱嘅嘢有副作用，咁你又點樣去取捨咧？即係又好似聖經話，凡物皆可吃，但係唔係凡物都係有益嘅喎。咁啊，即係佢講咗等於冇講啦，係咪先？即係咁食好定唔食好咧？但係我講過啦，萬國都因為亞伯拉罕而得福嘅，大家記住，可能同食嗰度都係因為佢嗰度。那個食的東西都有影響的，所以大家記住，萬國都因為亞伯拉罕而得福，所以呢這個人物的東西就應該得到更大的重視和 study 的，我覺得，因為神沒有給到萬國因為亞伯拉罕而得福或者某某人而得福而給了第二個嘛，即是由頭到尾都是在說他嘛，所以呢我覺得就即是吃不吃某些東西呢就很難說的，可能有時吃少一點問題還少一點，現在人沒錢買那麼多東西吃了，可能身體上面會健康了，但是情緒上面就差了咯，即是你情緒又影響你的身體的嘛，所以可能你不懷疑你身體其實是好了的，只不過你的情緒的問題影響到你看身體是壞了，也都可能身體是壞了因為你的 mental health 的問題，所以如果你 take out 了 mental health 的問題，可能很多人現在活得
但係又做少咗 exercise 咁樣，你做多 exercise 唔一定係好，再加上而家太陽咁猛，你出邊曬幾曬可能中暑，問題仲更多添。我今日咧睇嗰個，唔知係咪睇嗰個 LinkedIn 啊，就講話有失智症，有人 diagnose 咗話失智症，咁佢哋就開始擔心咁樣樣。我佢就可以同你講咧，失智症咧一啲都唔可怕嘅，即係我都有個失智症嘅奶奶咁樣樣，其實佢只係 occasionally 好似細路仔嘅脾氣咁樣樣，同埋做埋細路仔啲嘢。同埋將嗰啲時空交錯搞錯曬咁樣樣，即係嗰段時間好短嘅啫。佢過咗嗰段時間之後咧，又正常翻嘅啦。你要佢日日瞓到覺係冇可能，總有段時間咧瞓唔到覺，你瞓唔到覺又係差咗啲嘅。即係太陽冇咁猛嘅時候又係差啲嘅。即係你唔好話而家 heat wave 日鬧夜鬧咁樣樣，其實依個咁嘅天氣咧係對嗰啲失智症嘅人特別好嘅。即係佢哋嘅發作次數可能已經係少咗㗎啦，所以大家忍下啦。有啲嘢你睇得唔好，其實你係做益到其他人，你自己唔知嘅啫。咁另外咧就係係啦，佢哋只係時不時有啲細路仔嘅行為、細路仔嘅脾氣，咁同埋有時將啲嘢時空交錯咗，同埋冇乜耐性咁樣樣。即係過咗嗰段時間，佢哋又冇嘢喎，又正常翻噶喎。即係大家要 bear with 佢哋嗰啲脾氣。即係佢哋只係 occasionally 失常嘅，就大部分時間都係正常嘅。即係總之你間唔中 diffuse 下啲嘢俾佢哋聞下，乜都好啦。冇錢咪 diffuse 啲 citrus oil 嗰啲咯，咩橙啊嗰啲咁嘅嘢。即係有錢啊，又好啲咁樣樣。即係睇餸食飯啦，依樣嘢就即係，所以唔需要咁擔心有失智症，你就好似當 cancer 咁樣樣對待佢，唔同嘅失智症同 cancer， 即係好似我奶奶咁仲頂得住嘅，即係你時不時又要幫佢按摩下小腿咁樣樣，即係等佢啲水腫唔好積得咁乜嘢，如果唔係又容易跌低咁樣樣，即係。又其實即係問題真係唔係咁大嘅，即係大家又冇睇，我覺得 cancer 嚴重啲嘅係。咁而另外咧，我喺 IG 度咧就 post 咗嗰對琴日去 exercise 啦，去 progress 嗰度做運動嗰對鞋，咁咧又爆紅啦 ，post 咗喺我嗰、那個公司 account 同埋我嗰個個人嘅 account， 咁咧。我真係想講，你唔一定要用 Chanel、Gucci、Burberry 啊、乜 Tiffany 啊嗰啲咁，即係嗰啲有嗰啲嘅用處，但係即係你普通嘅嘢咁樣樣，有時都會得到大家嘅喜愛嘅喎。即係咧過度追求同都自己辛苦嘅，因為發展數列都唔係一個輕嘅負擔嚟嘅。即係我覺得咁樣樣舒舒服服咁樣出去都幾好啊！嗰對鞋咧我就賣$20啦。咁所以亦都係 affordable 嘅喎，你買多十對啊，都係$200啫。咁所以有時嗰啲舒適無牌平價嘢都可以係好嘅，即係你亦都冇咁多場合去著嗰啲名牌，你著名牌嘢要有場合先得噶嘛，係嘛？所以就乜啦？嗱，今日咧我咧就。我上次去嗰個 face shop 啊 ，H Mark 嘅 face shop 度咧，佢就介紹咗，即係佢問我係唔搽防曬，有冇搽防曬？我冇搽防曬噶，佢話唔搽防曬到時會老得快噶喎。咁啊，介紹咗呢只俾我，咁我今日搽咗，我又照咗鏡，我覺得好似有另一番味道咁樣樣咯。嗱，呢只大概夜幾$30到。咁咧有少少遮瑕作用，但係可以去到50SPF， 同埋好爽嘅，咁就唔會油立立咁樣樣，係咯，乾乾爽爽咁樣樣。即係如果你哋有興趣 ，H Mark 咧可以試下呢只叫咩啊 ？Power Long Lasting Sun Cream 50 Plus 咁樣樣，同埋 Face
shop 咧，我發覺咧，佢呢度有嗰啲唔錯嗰啲品質嘅 skin care 個都唔錯嘅喎。搽咗之後皮膚真係有啲唔同嘅喎，即係好似啲明星嗰啲咁樣樣化咗妝嘅效果都有。即係我諗化妝又更貼啲啩。即係可見韓國人咧就花好多嗰啲錢咧，就響修飾自己塊面度。即係。會幾有成果咁樣樣啦，即係我覺得都應該會有成果，係 at least 你有 opportunities， 即係唔係只係一班嘻嘻哈哈 like minded 嘅人走埋一齊。我係計過嗰啲邊啲係有 affordable， 即係嗰啲 disposable income 嘅都有請，即係就請唔到咁多啦，因為我自己一個包曬嘛。咁所以我又要勤力啲揾錢，咁跟住落嚟咧仲有。今日傾咗咧，就同我就會拍，因為點解會有一個 ideas 咧？就係咧，我有個波斯嘅朋友，我成日話俾佢聽點用，佢成日就唔記得，佢成日要打電話俾我問我點用。咁我跟住諗下，原來啲人係唔睇你嘅 label 點用，就自己覺得應該點用就點用㗎啦，或者唔知點用就唔用。咁於是乎，我覺得咧，我應該每一個 product 都拍一個 YouTube。教佢哋 demonstrate 埋俾佢哋點用，用喺邊個部位，可以有啲咩方法用，有埋個圖片個圖像俾你睇，咁應該安心啦。再加上我做 health and wellness 咧，有啲嘢要 demonstrate 噶嘛，你就咁講咧好空泛。依家咧啲人咧就話，即係 social media 咧就即係而家就捧 digital 啦，就唔係好 buy printed 嘅。promotional 嘅形式，但系我就唔系咁睇啦，因为你知道嘛？你有一张，譬如今日Voyage 帮我做咗个 interview， 咁佢哋咧就问你买唔买嗰个 printout 嘅，我通常都系买翻五十张，即系你五十张，咁譬如我上 Farmers Market 买嘢，我就话啊，我最近咧接受咗访问，咁你得个港字冇用噶嘛，你翻去未必会查噶嘛，大部分人都唔会噶。但你有那個 print out 俾佢睇咧，證實你冇講大話，仲有嗰啲資料喺度啊，乜嘢佢哋點都望一望咁樣先抌咁樣樣噶嘛。有啲人會 keep 噶喎，即係咧，所以你目標達到就 impress 佢哋，你知道嘛？對你嘅產品、你嘅品牌、你嘅公司名同埋你，同埋叫佢哋望下你嗰個 social media 嘅 handle 係乜嘢嘢。你俾卡片佢，佢可能真係抌噶，即係你俾嗰張嘢俾佢，可能仲會望得望幾下，即係喺車度冇嘢做咧，咪翻碟花車碟劇。咁你最緊要就係 impress 佢嘛，即係到佢買嘢嗰陣時候，佢記得翻你，依個係最重要嘅。佢 recall 到個 memory 記得翻你，即係你出現嘅次數要多多之外咧，就 impress 到人哋，即係 impress 到人哋先得噶。即係就咁 frequency 係冇用噶，即係你 impress 到。即係咁先至可以收效噶喎，所以你話冇用咩？我唔覺得咯，我覺得 print out 其實幾好嘅，因為你如果只係講你 social media 嗰啲，你好 conceptualize 咁樣去講，人哋未必可以 conceptualize 你講乜，同埋翻到去又未必記得翻要睇個 social media， 但係佢哋覺得睇唔睇都冇乜所謂啦，有幾千個品牌都係賣緊差唔多嘅嘢，係咪先？但係你做埋依個。有埋嘅 handle 俾佢睇，佢可能真係會上去夾一夾嗰個 social media 噶喎，咁亦都係唔同嘅。所以我覺得做嘢咧最緊要就靈活運用，冇話好同埋唔好，得同唔得，即係佢哋有佢哋適當可以用到嘅時候，咁我哋咧就應該去善用嗰樣嘢，而唔係嗰樣嘢係應該存在或者係消失嘅。所以咧，今日醫藥其實都仲有嘢講嘅，不過咧就唔講咁多住啦。今日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依隻嘢好似唔錯咁喎。我自己查咗之後都，即係以後咧，尤其是拍嗰啲video 啊，我今日同人傾咗要拍 video 啊，即係我會請個人專人幫我拍，同埋跟隊咧去拍我啲 conference 啊或者 seminar 嗰啲咁嘅嘢。咁咧又會整嗰個 online course 啦。
你哋需要我嗰 part 就係街，你哋點樣去思考呢樣嘢？有啲咩嘢可以思考，值得留意？又出面又冇乜。